你都不问我，关于拿到非凡娱乐，我的最低底线是拿到几成的股份吗？我根本不需要问，因为 Linda 她只剩下最后一条路可以走。你果然势在必得，乔姐，你真的让我非常放心。这只是我应该做的。为了追求光环，你辛苦了。其实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，与其去想辛不辛苦，其实徒劳无功的。既然已经没有后路可以走了，就只能往前走，锁定说好的目标就好了。你后悔过吗？没有人永远都做对。我当然有做错一些关键的决定，但是我已经尽全力了，我尽量让自己没有遗憾。你呢？那你跟李翔之间有没有很多遗憾呢？我以前还对他抱有期待的时候，他总是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失望。现在我已经对他不抱有任何期待，他反而才来做这些。老实说，我觉得太迟了。一点都不迟。那男人跟女人呢，最大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男人感情智商永远都比女人还不够成熟。既然李翔他已经在改了，如果你对他有感情的话，就要给个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啊。那万一我给了他机会，最后受伤的人又是我，怎么办？丽丽，你要对你自己，也要对李翔有信心啊。我对任何事情都可以非常有信心，唯独跟他有关的事情，我连1%的把握都没有。李翔在感情方面，他智商确实就幼幼班的等级，但是他不是一个坏人，他需要的只是一个需要给他更多爱跟关怀的人，这样才可以点燃他。但那个人不会是我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。我等着一个人，咖啡。我觉得你已经成功了。陆大鹏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发迹不了，也不会有今天乔姐这地位。你教会我很多，
我真心感谢你曾经对我好的日子，那些年是我少数被爱的好时光。雅雅，如果你还在我身边，也许今天我的命运就会有所不同。我不会让你走入这一行，我应该会是个妈妈，有家庭生活，不会像今天只能走向孤独的路。想一想，肯定是会找人聊聊。你想要找人就是你啊。看来现在你在爱迪斯的地位，可真是不同凡响。你刚刚问我是 good news 还是 bad news， 其实答案就在你一念之间。你要吗就拉倒。其实我真的没有损失。如果你今天不给我全部，明天不要跟我讲什么明天。你现在就在逼死我，我不是来说服你的，更不是要跟你继续口水战。总之我给你两条路选，一条就是把非法娱乐卖给我，带着一笔钱远走高飞；第二条就是不卖，等着全世界看你倒，你连天后宫的资格都没有。二选一。好，我要5亿。可以。这笔钱还包含了四组总决赛转播权。好，预祝你翻身成功。我一定会东山再起，你给我等着。我绝对。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，所以你的30%的股权被我卖掉了。所以以现在这个情形，你应该不会反对吧？你都已经卖了才让我签这个，会不会太晚了？当时你创立非凡娱乐，拿了100万出来，过程非常的辛苦，这我都知道。所以现在，你有资格在这里添上一个数字。1亿。好，填吧。
从你接手之后，非凡娱乐越爬越高，现在稳坐新媒体第一把交椅。趁价钱好的时候把它卖了，这让我想到小时候我抓过壁虎尾巴，它会断尾求生，再制造重生的机会。这就是你现在在做的，对吗？没错，我在牢里的时候，就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东山再起。所以现在这一切的挫折，都不过是成功必经的过程。真的啊，非凡娱乐那段岁月对我来说是无价的，所以我说的一个亿指的是回忆。这笔钱我要是拿了，那就是一个麻烦，所以最省心的方式就是你自己全部留着吧。我不缺钱。星期三的夜，我在遥远的彼岸，想念你的青睐，漂泊的姿态，自由的身材，鱼儿也羡慕起来。姐，好久不见啊！等一下我要赶飞机，所以就不跟你废话了，我直接说重点。赶飞机？去哪？送钱给氏族吗？我还以为你的脑袋已经开窍，没想到还差得远。要付钱给氏族，我汇款就好了，何必坐飞机去呢？林大姐，不是要说重点吗？我等一下飞欧洲，谈的是这个。我最近有很多新的计划要启动，所以有很多新机会。我看你一直都很努力，所以我在想，林大姐，在这个圈子呢，我被糊弄太多次了。每个来找我的人都说你很有机会，是可造之材，不过最后都只是想我的钱而已，我不得不小心提防。你没有这种想法是好的，毕竟你在演艺圈的底层打拼这么久，你放心，你的努力不会白费。好，那我等你回来。那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因为你啊，我发现演艺圈里面充满了创造和希望的正面能量，让我想挥别那些不愉快的过去。所以是因为我决定抛开过去，迎向未来咯。是迎向有你的未来。这段日子你对我做的事情我是有感觉的，过去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冯妙玲，你怎么了？
我是一个来自1000多年以后的人。朕现在就可以杀了你。这个皇后是谁还说不定，跟我斗，我看你还能活几世。我好想回家。我一定会放他回家。竟敢跟朕的妃子私通！皇帝，你还我家业！这是什么地方？来生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叶家，你还活着？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呀？我是风风，有生死。我一定会负责你一辈子。莲花山大天坑，你都忘了吗？在我心里，只有你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你是朕的爱妃，谁也别想从我身边把你抢走。我就是喜欢嘉义，我根本就没有喜欢过你。我这顶绿帽子足足戴了1000年，现在就杀了你。